好酷啊！哇，好爽啊！哇，漂亮！好喜欢这种一株一株矮的那种树。这是桃花吗？这是梅花。来，今天我给你拍一张照片来。好像怎么样？你好像园林管理者。护林员。我这个如果带两条那个荧光。能给我拍的稍微高一点吗？你来一张。我不要。来，我不要。我给你这样拍。这就是文人赏梅。一剪梅。一剪寒梅。不。圆滑。不。哎呦。你小心你的腰啊。来吧，我们在这自己搭一搭。椅子呢就一排吧。帮一下我的忙。这个。直接趴上去。我来了，嗨，拿着邀请函。什么邀请函？签字，我们签字的邀请函。学习的怎么样？学习的可好了，被知识的粮食喂饱了。什么时候吃晚饭？我还得做，我要做饭饭。嗯，帐篷。哎哎，那边一边一只。先支起来，来小丁，你往后退，往那边来一点，再往后，再往后，好，硬生生给他踩进去，对，嘿，哎，把它穿过去，哦，穿过去，哦，我这个笨女的，一样的，你这个笨女的，啊，反着往里，对，要反着定，要一定要这样定。哦，我俩这个粉的，还有一根，拍不了是吧？啊，这样看不见脸。嘿呀，哎呀，居然把它拔出来了。先这样吧，好不好？挺好的，挺好的。哇，峰哥是你吗？峰哥，啊，什么？山峰，钟南山。哎，那上面是有个全真教，尹志平，别欺负小龙女啦！我终于明白，真的那种水墨画，你看那边，啊、特别像水墨画的那种，是层层叠叠。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原来还不太理解水墨画的样子，它其实写实，对对对，不是只有不是写意的，对，写实。秦岭，大雁塔，一条线。对，跟金顶。金顶大雁塔，一条线。对。我们是不是该做饭了？哎，来吧来吧，来个大合照，拍完我们准备去做饭了，好不好？好。哎呦哎呀哎呀！那就来吧。峰哥，你做什么菜啊？鲫鱼汤。哇，好补！我第一次做，对。哇，听到了有爆的声音。烧热水，煮两分钟，捞出过凉水，控干水分，加入淀粉。嗯，这直接就可以往里倒。你没加油？哎，对，油呢？还有呀，我想要也做好一道菜。哇，救命啊！牛，卖呀！哇，好壮观！哦哦，小心啊，小心！哦，你在和面啊？谁在和面？哇，你好厉害啊！他是马氏饼店传承人，哇，和面是他的专长，你是好厉害！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和面这么专业的事儿。
面。哇，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这顿面？这个、看着很有。马上 ，just wait a moment， 喝。奇了怪了，你这锅锅底是圆的吗？鲜的，鲜的，很好喝。哇，高山流水。我这貌似做好了。嗯，熟了。熟了，我以为你说绝了，你说熟了。要求不高，熟了就行。最后的，好的，搞点艺术。我的好了，我也做完了，我也做完了，可以开饭了吗？来来 来，稍微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的感觉里面，高山流水很有活力，有生命力，生机蓬勃的。譬如说，它可能有另外一个形态，譬如说火山爆发也好，或者是它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生命力的一个体现。所以我的高山流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火山爆发，高山嘛，那就用高山里面的食材，就春笋。那流水当然就是河里面的鱼，就鲫鱼。啊，所以弄了这个春笋的鲫鱼汤。可是鲫鱼汤不是坐月子的人才喝吗？下奶，平常也吃。下奶，哇哦，大补。我的这个高山流水是拔丝山药，因为它这个山药切成块，看着就很像高山的形状，然后下边的拔丝看着就很像流水，像流水，拔丝那流水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我做的是西红柿鸡蛋面，面很长条的，有点像流水，嗯，所以也是高山流水化知音。然后你们今天要吃了我的面，你们就是我的知音了，好了。好，对，我是真能扒吧。俗话说得好，彩云追月得知己，高山流水遇知音。所以高山流水遇到一只老鹰，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个就是后面那个金山，对对对，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个青口配遇到了那个白葡萄就很开心，然后他俩就是知音嘛，然后他就博君一笑就开口了，然后也希望你们吃了笑开怀，怎么样？自己都很嫌弃笑开怀。OK 了吗？可以的，非常好吃，我觉得。那好吃的，是好吃的。我想纠正点下面的卤子。卤子，好吃。嗯嗯，嗯，来两只。我想拔个丝。我想拔丝，期待很久了。哎呀，这拔丝山药挺脆呀、啊。拔丝的很，拔丝的很。好吧，大家准备喝一下。干杯！举杯邀明月了，谁能有那么多机会在秦岭山脚下吃美食啊？那是一杯一杯复一杯 ，Cheers！ 哎 ，Cheers！ 啊，你们可以抬头看看天上，有一点点，这里，这里，这儿有一颗，两颗天狼星，啊，好亮啊！天狼星好亮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天狼星。冬季大三角是哪？哦，你现在不指我都看不到他们在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比较都市的环境下去观星，所以可能看到的星星没有我们以往看的那么漂亮那么多。因为其实真正好一点的观星的地点要花很长时间去选地方，除了说海拔够不够高，还有这个地方的空气透度各方面的，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在比较人烟稀少或者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观星是比较有利的。对，好了，那我们就早一点休息吧，好不好？好。早啊，峰哥。今天天气好。到了。神仙姐姐。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山景区。你好，你好。这是高山古琴星空音乐会的最后一张门票。嗯。大家猜一猜，这是 S 让我交给谁的呢？交给谁？交给谁？还有谁没有门票的吗？李雅娟女士，我谢谢，恭陪呀，谢谢，签名了，有 S 先生的签名。半小时后，我们的演出即将开始，现在请大家更换我们为您准备的衣裳。哎呀，换衣服？是的呢，是上面换啊？是的，在山顶。随后请大家携带我们的门票入场。好的，好了，我们赶快上山。走了，大华，走了。哇哦，走，哇哦，哇哦，呀，小可爱，他好厉害啊！他说你们那华山论剑都不敢走外面，慢点啊，见到别到。哎，大黄在那看着我们。这个小狗在给我们领路。哎，这上面是什么？是一个庙吗？还是什么？哇，峰哥，东风，这是你？哎，还是这个疯子？对呀、啊，加油！好累哦，小狗都爬上去了。休息休息了，玩儿。还有，加油，切尔西！凌峰，在看笑。哎呀呀，哎呀，成功！龙哥，加油！好，马上到。迈过了人生的一个大坎儿。这三峰里面有一个应该是凌峰吧？那是姓张的啊，张三峰。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华山的一个景色。哦，那边还有个小亭子啊！哇！我也终于上华山了。不是，你想他们以前是怎么就到这么险的高山上面？对呀。盖房子啊，盖寺庙啊，就光是这路要怎么磕上来？对，而且因为它的石头山是特别硬的，它凿出台阶来是非常难的。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华山了，第一次来其实是视觉上很震撼。但这一次的感觉是更温馨更放松。今天华山之旅是一个让自己慢下来的过程，让我体会到可能脚步快的时候感受不到的东西。我们是追星星的人。好，准备了啊，等出发吧，走吧。没想到在华山听个高山流水音乐会要这么讲究。你好，你好，你好，这仪式感很足啊。来吧，筋斗云。2023届华山小姐。现在为您走的是2号金晨小姐。人生如雾，亦如梦，缘起缘落，还自在。小丁丁，哇、哦，他们都要展示。小峰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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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5号佳丽，垮了。6号佳丽。哎，他有点像那个谁，朱茵的那个啊，紫霞仙子。哒哒哒哒哒哒，风光彩。巴扎嘿，巴扎嘿，抓嘛！听到了7号佳丽了啊，7号佳丽丫丫，飘下来，飘下来。这应该是个小主。小主。没想到听个音乐会要这么有仪式感，大家换上了古装，感觉有文化都不一样了。大家好。请出示您各位的音乐会门票。哎，我没门票。我没有门票。没有门票的将无法进入。好开心。只能在外围观看表演。峰哥
也没有门票吗？没有。你看我们这身打扮，没有门票。我们俩没有门票。我们这身，这身就是在这里做安保。我们就是安保的。高价卖。不，不需要，不需要。来，走，来，请就位。啊，小点心。哇哦，水晶饼。中间你。其实再配上这乌鸦叫，真的很凄凉啊！这就真的有乌鸦叫。哎呀，这个就是少壮不努力啊，给我们的惩罚就是坐在外面。不过没事，弟弟妹妹他们可以进去。他们也确实需要培养一下这个陶冶一下情操。对，峰哥，哎，我们有茶哦。我们的烤串的摊子有拿来吗？鸡摊在这。我们在这边帮他们烤。我们烤串嘛。我们有绿豆糕哦，我们有西北风啊！啊，老师来了，老师好，有礼。你看弹琴的老师都特别的瘦瘦的，就仙气飘飘的，就这么飘进去了。刚都没发现有人进去，我这个安保做的不太合格，你出来。你有没有门票？他有演出证。哦不，他有演出证。老师您贵姓啊？免贵姓王。免贵姓王。王老师。王老师好，请坐。上课呢。老师好。哎呦，现在音乐会正式开始。好。好的，老师。好。哎，开始了，大家安静一点，好不好？感受一下，静下心来。听一听，琴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弦不多，是它的音声音的变化没那么多，但是可以靠几种不同弹的手法，是，所以古人都叫抚琴。对，琴者天地之正音。这次让我真正近距离看到一位大师在那儿抚琴，我觉得真的很雅。听着这么美的琴声，跟着那么好的朋友坐在一块儿，然后在一个这么美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忆。
精彩，真好，好好，真的是精彩，幸运者啊！刚参演奏的这首曲子是《流水》，古琴曲《流水》，他当年也被那个加载在《旅行者号》的飞船上。嗯，说啥呀？没听见，但是我肉体反应了。然后。中国的曲子古琴曲《高山流水》是非常著名的，刚才这首是流水，在唐代以前这两首是一曲，然后在唐代之后两曲分开了，现在就是高山跟流水，我们现在演奏一下高山。好，我们想用这首高山来与太空的流水这个曲子做相应和，我们给旅行者号做告别。好，对，这首歌特别适合高三的学生听，高三你们怎么过来了？我们在外围啊，还不让来了、哦、怎么了？就我没进去啊，在门口偷我觉得高山跟流水相互呼应吧，弹上这样一曲琴声，也算是我们对旅行者表达告别的一种方式。还是有这么多朋友会记得他，会用不同的形式跟他告别，就像他在要离开太阳系之前，他回头拍了地球一张照片一样。所有的这些片段跟过程，其实都会留在我们心里面。我希望他会觉得他挺值得的。一直工作了45年，超过完成了任务，希望他在2年之后的退休生涯里面也能过得非常好，或许会被别的文明所发现，或许他会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但是他会记得我们的。好好好，寡人觉得甚好。谢老师，谢老师，谢谢谢老师，谢谢谢王老师，谢谢老师，弹的真好，很精彩，很精彩，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太精彩，太精彩了。哎，当你站起来那一刻，老师走了。我10年前我真的想学古琴，因为拍戏我觉得用得上，有用得上的地方。对，所以我去大概了解一下那个古琴，它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层意义。哦。对，有哪什么意思？你知道它的整个琴身长多少吗？不知道。3尺6寸5分，代表365天。对，它的那个宽度是4寸，代表的是1年4季。接着这里呢，这个是徽啊，对，这是徽，它一共有13个徽，代表的是12个月，再加一个闰月。哦、oh, ，对，对，而且它的上面琴面是圆的，嗯，琴底是方的，方的代表是天圆地方，哇，对，其实以前上古的古琴只有5根弦，文王加了一根，什么文王跟武王各加一根，代表君臣之德，哦、嗯，对，这后来就变成7弦琴，学到了，学到了，长知识了，谢峰哥，我也是看的。好了好了，我们刚刚也听到老师为我们演奏的《高山流水》，对吧？嗯，提升了我们的这种对音乐上的品味，然后也能够真的感受一下古人以前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以音乐来会友的那种心情、嗯、啊。哎 ，S 发消息了。哎，有，嗯，叫什么？
他很爱在不该发消息的时候发消息啊。高山有情，高山有情，流水有意。感谢你们在华山之巅聆听跨越时空的琴音，为浩瀚星辰中的旅行者一号和流水送别。高山是流水的知音，你们是彼此的知音。下一站，文成公主结伴而行吧。文成公主。那就是西藏啊！哇哦！哦！啊，进藏！你们要进藏？终于要回家了！